有一堂我们会在 The First， 就是松烟成品的餐厅，因为我本身的专长是比较是饮食跟文化，我会把我设计过的民宿菜单，然后我怎么设计的，我怎么找到文化内涵的，怎么转换成一道风土料理，我会再跟 The First 的主厨讨论出那天晚上上课课堂上我们有吃有听有感觉，就会把食物跟知识给吃下去。